是用双截棍。你心的那不仅仅的幸福，不需要奋斗，不辛苦，梦梦的舞动，把爱无限广阔，一心不变薄。雷哥，你已经出到三十年了嘛，对吧？你有印象较深的代志？我阿妹这个无啊啦，干特别甲爱顶无啊，规阵人哦，迄个都我来要甲抢无啊，规阵咧约一顶无安尼，一顶无伊讲我一顶爱骑乎伊，伊家甲抢去，规阵咧约一顶无啊，啊即马滴个啊，伊过来甲抢去。你在唱歌的时候吗？我在下面等的时候啊，在下面等的时候，他来脱这个帽子啊，吃你的豆腐呢，你就给你帮。哦，啊，过来去新加坡表演一位歌迷，冲上台，伊嘛是要爱我这顶帽啊。是演唱会出周边呐？我们俩出几顶帽啊？家里有几顶？哦，没有几顶啊？身上还有。你进包包里头有啊？帽子吗？包包里头有。对啊。你在吹啥？你在吹啥？对啊，做什么看呢？这个我在新加坡铁证如山，这个不要乱讲。我不讲你骗人啊！我到了。哎，阿翔，陈大哥有备而来哎。哎，你跟林青霞做伙呢？哎呀，假讲的。啊，你有爬过林青霞无？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你要办个人的演唱会不简单，我们台湾去的艺人都是。这多人，这几百人，啊，我是拢行个人。雷哥，你安尼呛声呢？我啦，唔是啦，我啦，所以你较红。这种比赛戏，我提供给你。哈哈哈！没错。除了刚刚说有那种抢你帽子的歌迷，还有没有其他跟你示爱？上厦门同一首歌，几啊万，哎呀，舞台有够多啊，歌迷走起。哇，那么金，给你金哦，金嘴哦，我来金兵。啊，你有把嘴巴移转过去吗？啊，我迄阵就是讲，我都没有好好经营东南亚。迄阵我来也安尼继续加休的，哇，我今年我来周杰伦了，做下底哇。啊，你迄阵一年差不多赚偌济？我这薄利多销啊，薄利多销。罗志祥兄弟的关系，罗志祥的关系。你还记得那只歌来探讨的呢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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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哦，周杰伦的。哦，你还唱呢？周杰伦双截棍，生在他。他是用双截棍。